哎，现在进行的是中国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CSBK 600cc 组的颁奖。经过两个回合的角逐，获得本次600cc 组季军的是来自林肯赛车队的张伟安先生，有请张伟安。有请我们的季军张伟安到颁奖台。获得我们亚军的是来自中深欧式赛车队的李友昌，有请。那获得我们的冠军的是来自中国中深赛车队王柱。那接下来首先有请珠海市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陈信忠先生为我们的季军选手颁奖，有请上海天马山赛车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江先生为我们的亚军选手颁奖。有请国家体育总局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摩托车运动协会秘书长陈学仲先生为我们的冠军颁奖。有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和我们的车手合影。OK， 谢谢我们的三位嘉宾。那现在是我们的车手喷洒香槟的时间。我们的车手先进行合影。